2016年终于走向尾声，各家卫视的跨年晚会也就成了这一整年娱乐圈最后的看点。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此前宣布，王菲、陈奕迅、莫文蔚、赵丽颖、张继科、唐嫣、罗晋等多位明星将与观众一起跨年。而在当晚播出的画面中，王菲演唱了新曲《你在终点等我》与《人间》两首歌曲。不过据现场观众爆料，王菲其实根本没有来到现场，现场观众看到的只是大屏幕中录好的画面。